人气唱跳团体至上励合来到上海为自己的新专辑《巧克力棒》做签售。由于他们的超高人气，商场内围观的歌迷里三层外三层，甚至连楼上的楼层都是围满了粉丝。看到大家的热情，至上励合也在现场又唱又跳，带来了最新的主打歌《巧克力棒》。据悉，此次的国庆假期，至上励合将在三个城市举行签售会，与期待已久的歌迷朋友近距离接触，共度这个特别的节日。现场更有外国粉丝带着专辑前来，让至上励合有些受宠若惊。值得一提的是，至上励合也在采访时透露，目前正在积极健身，随后也将会出版一本有关健身的书。期间他们更是自曝，希望在不久的冬天可以展示自己性感的肌肉。目前的话大家都在练，但是呢目前最好的是小美，她的肌肉的这个线条啊，今天穿很低，不好意思。对，她的线条还是在比较明显一点，其他的还在努力当中。对，就是现在大家看不到我们身上的肉了，因为就是天气慢慢变冷。对，但是呢其实我们会在可能一个多月以后会拍摄一个就是关于健身的一本书，然后会在明年会问世，也会就是分享我们的健身的一些心得跟成果。 对，希望有一天我们第一个演出上，希望张元冬天就脱光，就是会穿泳裤的。对，是